弟弟来买这个马来西亚煎饼，那他选的是棉花糖巧克力口味。那你就隔壁就好啦，隔壁弟弟，这里有一个地方可以看，但是你要远一点哦。啊，不要影响到老板哦，嘴巴不要讲话哦，不然的话你的口水会喷过去。哇，这个是蓝莓口味吧？你弟弟，你看它的这个模具，超干净的，有没有看到？还是选原味的好了。没有了，你已经选了，就不要再调了。好吧，那只能好的味。你这样会造成老板的困扰哦，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心情了。棉花糖完之后，马来西亚煎饼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弟弟，你到时候你吃不完，爸爸可以帮你吃你吃剩的哦，知道吗？好。平常不是一样吗？哦，对了，平常也是这样子。哪一个是我们的啊？这个，弟弟，你的是这个哦，仔细看哦，你的是这个哦，右手边这一个哦。右手边这边吗？对，就是比较离你远一点的那一个。等一下他会开始做，你可以来欣赏一下你的棉花糖巧克力。我弟弟盖子掉了，捡起来，捡起来。来，我鱼丸之后苹果派哦。哇，你看又有一个在排队了，下一个是苹果派。好，我帮你选，等一下下。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为小朋友做的香草塔斯达？没有。香草卡士达是我用蛋黄牛奶香味糖下去做的美式香草茶，它有一个淡淡的苹果香，那因为用的是三味糖，所以不行。哇，棉花糖，弟弟，棉花糖要放了。我又想要的棉花糖。对对对。烤棉花糖啊！棉花糖现在也烤了，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在里面融化。对。用棉花糖，糖。棉花糖因为甜，所以搭配的可可粉是类似100%纯度的可可粉，它综合起来很好吃。会不会苦苦啦？不会，因为刚好搭配棉花糖的甜。好好好，谢谢。不过它是100%好的，是很好的，是100%好的，但是不是纯的，是这样吗？是纯的，可是因为你点棉花糖，那棉花糖很甜，所以搭配起来不要想太多，好哦，啊没有，老板自己会配，因为我讨厌纯的，真的，因为太苦了，我有吃过，不会啊，类似的不会。是不会，那国外进口的，国外的，哇！你看棉花糖它融化了，你看超疗愈的。真的耶！跟今天的那个什么一样，什么东西一样？那个、啊、什么东西？那个今天在用那个玉米的那个。哦，对对对，等一下巧克力要撒喽。没有，他现在想要这个。你要吃太多吗？确定吗？确定。没关系，就按照原本的分配就好了。很多人很爱。哇！你待会会闻到巧克力的香味哦。当然我喜欢，但是我喜欢不甜。没问题，我们等一下试试看。你如果觉得巧克力粉不够，再回来找阿姨再帮你加，好不好？嗯。你说什么？如果我爱上巧克力粉的话，我再加。好，哎，要扣起来了，你的要起锅了。嗯、要起来了，哇！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做好心理准备了。辛苦了，巧克力的。这不会苦啦。好。好，弟弟，你可以吃了。停10秒再吃，不然会很烫。好，停10秒，数到十，数到十，数到十。好吃吗？我只吃到棉花糖而已。啊，重点是你觉得味道如何？外皮脆脆的。好吃吗？嗯、好吃哈、哦。我真的闻到巧克力的香味了。有闻到哦。好，来，谢谢老板。
我掉了，掉好可惜啊！你给我掉了，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谢谢谢谢。我们拿，因为你嘴巴沾到棉花糖，没关系，自己用手拿。谢谢。可以的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哇，我给我太多了。可以。好。好，拿好，嘴巴擦擦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，小心。好，你等一下专心吃吧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的尾鱼，然后我们的卡士达。